想想，11月11号纪念冠宇去世11周年，董事长办的一个冠宇纪念会，然后我们也会在这边，希望大家也可以过来帮我们捧场，然后帮董事长他们纪念这样。带下一首歌，阿姆斯特丹，我们要带大家去荷兰的阿姆斯特丹。Thank you.